有吸到药吗？德利买的玻璃的橡皮擦。今天的菜都少少的，量没有很大，比较多到，所以我用这个小锅子，应该是先煮蛋类的，五花肉，最后再来炒青菜，这样子应该是够了。今天还有一个汤，就是收到神藻俱乐部的公关品，然后啊，这个是一个松露菌菇浓汤，这个只要用微波加热就可以了，也可以用小锅子加热。油要多一点哦。加一点酱油。吃喽，退烧了哈，有，现在凉了。那你没有完全碰到，要这样子。37天内，一点点哈。然后吃药药，你还要吸那个？吃早餐药啊！不要。早餐药还有你的克里哦，你忘记了？你要吸那个粉粉。起来，快点。吃东西。赶快起来，去刷牙牙。
擦。你要先吸这个药吗？可以啊。嗯，好。小李，有吸到药吗？有。你要一口气啊？嗯。四颗药哎。嗯。嗯嗯，哎呀，太猛了吧，比我还厉害。喝完了，真香。想跟大家开箱最近在宜得利买的一些居家用品。首先我买了一个锅具的收纳架，如果家里的锅子大大小小的，想要让它像书本一样直立式的站立，宽度是可以调整的，我待会就来使用看看。上面写不需要工具就可以自己组装，其实应该很多女生都跟我一样是组装的苦手，面对这种需要看说明书啊把它组装起来，我真的就是直接放弃，请我老公弄。它这边有些说明书可以参考，它大致上会有这几个工具，这应该就是中间隔离的支架，然后这根看不出来是什么哦，这应该是架一些锅子把手，这边是做伸缩的，这边是我目前放锅具的柜子，本身厨具就有附这个收纳，这边边边就可以放一些盖子啊、把手等等的。那主要我是觉得这样子叠起来，好像在用的时候比较不好用。就是像这种锅具隔离垫，就是比如说你锅具真的非常非常多的状态，然后你有一军、二军，把二军收起来的时候，就可以这样子叠着。或者是露营的时候，你上面可以叠一些小锅子。我那边还有一个炒锅，所以这边预计就是要把比较常用的锅子用那个收纳架把它收纳起来。这样子 ，OK。是为什么它是可以移动的？扣进去吗？宽度去调整，但是似乎好像有点软哎、欸，对还不对？它就会软掉。知道了，它要把它推进去一点，它才会站得比较稳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大致上就是依照你自己的锅子宽度。有一格一格的格子可以去调整，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有点软，现在就是没有放东西，它可能比较没有支撑的。等锅子都一个一个放上去之后，它这个整个架子会比较有支撑。就是像这样子，让它一个一个分开来。对，就不用在柜子里面叠在一起，这样子最常用的锅子就可以直立式的拿，就单独这样子拿起来。我觉得就是比较占空间一点，因为它毕竟每一个都需要一点空间，依照锅子跟抽屉的宽度自己去做调整。如果锅子多，空间又比较小的话，再用这种收纳的工具，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叠起来。使用频率高的就可以像这样子。冬天都会有一些针织衫啊，或者是毛线衣之类的，要晾要晒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说一般的衣架容易晒出那个尖角。宜得利看到这个感觉还不错，因为它这个还有裙夹，而且它的裙夹这边有做橡胶垫，它比较不会伤到我们的衣料，也可以左右调宽度。我就买了两个，我还蛮爱逛宜得利的，因为宜得利有很多很简约，然后日系，而且都是白色系的东西。好像这种塑胶的衣夹很容易脆化，或者是久了它这个中间金属的地方都会生锈，那生锈就会容易染到衣服的颜色。太旧换新了一下，挑了这个比较宽一点，然后透明系的。
接下来是一个小东西，因为我们家的客浴呢没有重新做过，就是原本屋主的已经十几年了。那有一天我发现它的玻璃呢好像用出水垢，怎么样除都除不掉，上面都会有一些像鱼鳞一样的水垢，怎么样洗都洗不掉。然后后来有人说可能是玻璃老化，就觉得很烦，想把它清掉，然后就想说买这个玻璃的清洁海绵试试看，然后很可爱，它是做猫咪的形状，大创啊，还有虾皮很多地方都有卖，然后想说那边有看到就买，而且它这个真的很可爱，是个猫咪。然后这边有一个 open， 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哦哦，它这样子会有粘性，就可以把它吸在玻璃上面。好，就像这样子鱼鳞的。其实我昨天已经有用神奇柠檬全部刷过了，其他地方还好哦，就是这个部分真的怎么刷都刷不掉。所以我想说用这个试试看有没有用。有看到一些白白的东西，好像有点效果。因为这个我真的用了一些大家推荐的很厉害除水垢的，怎么样都刷不掉，可以吸在这里。我觉得有掉哎，所以它这不是玻璃老化，是真的比较深的一些水垢，现在真的清掉了，好爽哦。总结，这种玻璃的橡皮擦可以买，然后可以买大块一点。继续是这个磁吸式的厨房的墙面是用磁吸的，所以我就有在关注这些磁吸的东西，然后买了这个，这是放厨房纸巾的，你可以这样子直立的放，也可以很响的这样子，因为磁吸式就可以随时换位置，所以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。我觉得我们家做这个真的完全不后悔，我超级满意的。这个真的很好清洁，常常煮的墙壁还是很干净，也是每次煮完都会擦的关系啦。要清洁的时候或者是心血来潮都可以移动这些收纳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要重新装潢厨房的话，真心推荐可以把一些预算放在磁吸式的墙面。我就有点后悔这一面墙没有做，因为这面墙是普通的烤漆玻璃，因为原始这个厨房它是瓷砖的，瓷砖就是一格一格的，会有切割感，而且那个缝缝真的就不好清洁，它只能用吸盘的。那吸盘的力度呢，跟磁吸的力度来讲，还是磁吸的力度比较高一点。那如果这边是做磁吸就好，你看我墙面上这边就可以用，因为有时候在水槽旁边就希望有纸巾之类的。接下来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东西，那这个的话其实是想要买来跟大家开箱做个实验的，因为我自己也很好奇这到底有没有效果。这个棒棒有除臭跟吸湿气的功能，比如说我们家里都会有这些保鲜袋啊，或者是保温瓶啊等等，可能里面会比较潮湿不好干燥，它会有一个像这样子的底座，那安装很简单，就是直接这样扣上去，有没什么难度，那上面就可以挂东西。我买这个是一组两路的，并且它这个还可以这样子扣起来，那我自己也很好奇它到底有没有功效，后续的更新我再限动跟大家分享，还蛮期待的。清洁的小工具，这个月几号的时候会开团一个拖把，然后它是可以把污水跟干净水分开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我在限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有粉丝反馈说他有买这一组拖把，但是他觉得这个水箱的边边角角不好清洁，刚好我家的浴室呢也有一个很细很细的缝，我觉得也不好清洁，所以我刚好看到这个就是可以刷细缝，它前面有一个这个小小刷，它可以刷我浴缸跟墙面之间的细缝，平面的地方就可以大范围去刷别的，就是你在刷底部同时它边边也可以刷墙面，它就很适合来刷那个拖把的水桶，然后它还有一个挂钩，这样子可以挂着收纳。最后是这一个看起来很厉害的抹布，那它这个通常都放在结账柜台，那其实我这看了两次，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没有买，然后第二次看到呢，我就觉得好像蛮好用的，因为有时候像我们洗手的洗手台啊，厨房的水槽周边啊，就会一些水，那我又习惯它们是比较干燥的，所以我就想说买来用用看。我觉得它质地还蛮特别，它不像一般的抹布，它有点介于塑胶，整体这么大，它摸起来有点冰冰的，三层结构吸水，它大概可以吸140ml的水，
拧干之后摸起来就有点像我刚刚开箱的感觉，它就完全是干燥的，不会滴水，就是你好好把它拧干，它是可以很干的，不会是湿哒哒的一块抹布。这抹布应该不是像我们厨房抹布，它是比较适合拿来吸一些洗手台旁边的水分啊，或是窗台的露珠之类的，它比较不会是像我们平常拿来擦桌子啊，擦一些油污的东西。我觉得这还蛮神奇的，也不贵，可以买买看用用看。最后一个小东西，只是家里的小朋友比较爱吃麦片，它这个后面有一些凹凸凹凸的，它就可以靠在碗上面，就不会整个滑进碗里面。一样是可以微波炉、洗碗机，但是是不能直火，对啊，当然不能直火。好 ，OK， 类似这样子的麦片碗，做一点凹凸不平、比较粗糙，它可以刚好挂的，其实也不会掉了。比较宽的碗就可以刚好这样挂着，不会滑落。终于到最后一个环节了，就是这个最大样的。我们家有一个洗衣篮，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再新增多一个洗衣篮，就是洗衣篮这种东西也不用太多，常常就是小朋友换下来的衣服我拿去洗衣机洗，同时就会有一些收下来的衣服嘛，我会装进原本的篮子，然后就变成说厕所那边就没有洗衣篮，然后就会直接放地上。像这种比较大型的物件进来我们家，我都会考虑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就一直没有买。直到看到这个，它是可以折叠式的，像这样子收成扁扁的，觉得好像一物多用。今天如果没有洗衣的需求，也可以装其他东西。我在卖场还有看到黑色的，这样，它就可以收纳成扁平状的，而且很轻，然后感觉如果有脏也是冲个水就好了。收纳如果比较方便，就会提高我的购买意愿，因为这个可以脏的衣服啊、干净衣服就可以把它分开来。